喂，你大早鬼鬼祟祟去哪里？哎，我们去怡宝打包美食给我们的客户哦。我们现在出发吧。我们前往怡宝路途中3个小时之后，我们终于来到怡宝了。第一站，我们去了新云龙茶餐室，打包了云吞面。第二站，我们去了怡发茶室，打包了干咖喱面。第三站，我们去的是汉茶记。我们打包了当当粉和咖啡。第四站我们去的是满洲满美食馆，打包了怡宝最出名的鸡丝河粉。第五站我们去了桂和园猪肠粉，打包了最出名的猪肠粉。第六站我们则去了盐琼林盐焗鸡，打包了相当出名的盐焗鸡。最后一站我们去了中记炸料，打包了炸料和拉萨。之后我们把食物速冻及真空，以保持食物的质量。当然我们 GoTasty 食物包装袋符合了130消湿度高温烹饪，以确保安全食用。真空包装之后，我们把食物放在低于-18度的仓库储存，以确保食物质量稳定性。我们把怡宝最好吃的美食通通带回去 KL 咯。拜拜。